今天弟弟又来爬行比赛了，今天带弟弟来这个宝庆百货，西门町的宝庆百货，来参加他的第三次的宝宝爬行比赛。选手在这边，然后刚刚哥哥不乖，一直说说我买玩具，妈妈去报道了。今天好饿。Hello，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宝庆百货，全中百货。等一下，弟弟要参加他的第三次爬行比赛了，在这边看一下场地啊，计分板啊。对啊，你要爬爬了，不可以过去哦，不可以哦。你看这么多人，就是13号。还有家长还没有抱抱吗？都可以来这边先做抱抱的动作哦。13号。拿过你的号码。哥哥13号，你拿着你的13号。你要去哪里看电视？等一下再去，要不然你会不见哦。弟弟的第三次爬行比赛蓄势待发，今天参加我们的弟弟的第三次的爬行比赛，在这个远程百货，哇，好多人哦。好多人，看你的脚跟哪一个脚一样大？好多人，很好看。你鞋子要脱下来啊！哇，好多人哦，好多人。有还没有报道家长，我们这边都可以先做报道的动作哦。那报道之后，麻烦先帮我出示一下儿童卡。开始了，加油！那这次家长也帮我准备一下。哇，要开始了。那请问是要宝宝决定吗？弟弟，十二号宝宝差一点点哦。等一下要出发了哦，弟弟。十二号宝宝，你还有点远呢。
滴咕滴咕滴。真的，我很生气啊！咕滴最喜欢打笔电了。一分钟了。对。咕滴。哇，咕滴这是16号宝宝，九秒。7号宝宝跟18号宝宝帮我就定位。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咕滴。16、17、18的宝宝就定位了吗？咕滴。有路吗？咕滴，耶。妈妈耶，对，临床训练有素哦。嗯，那我们这边来加麻烦帮我们操作几秒钟，我们再给他拍手点哦。亚军，谢谢，亚军，亚军啊！好，恭喜，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